为中台南优质的农产品延长上架时间，提高附加价值，同时保留水果的原味。会场有十二间业者纷纷就往来酸啊、甲白油等水果砍索，做成干的食品。龙桥表示，所有产品都是用传统的工法所烘出来，甲其他所在真无同款。其中也有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所推荐的台南往来干，和业者业绩成长两三成。因为像我们东西就是没有添加任何防腐剂，甚至香料，所以说这样子坚持这个台湾的好品质的这个原料，其实很多国外的客人他们吃到就直接会接受了，所以说我们也没有过多的去说明说包装我们的商品，就是好东西自然就会吸引好的客人这样子。后续订单有没有受影响？后续就也是有因为这样子的助力，所以说就有很多大家民众啊还是台湾人就没关注到这个商品，就有想要来共享盛举这个事情这样。基隆两局为了将所有各瓜食材交流，四月三十在台中的百货嘛合办台南各瓜嘉年华。同时打算在六月办理各国食品创意比赛，其中更有企图心要推展到国际。我看了蓬佩奥的那个脸书，他的 Twitter 了哈，他的 Twitter 所讲的哈，一方面拿着我们的台湾的果干，尤其是台南所生产的果干，一方面说下西洋棋，说 checkmate 将军。你想想看，一包我们台南的果干，这个蓬佩奥就将军了。我们这么多优质的果干，除了凤梨，还有凤梨之外，还有很多果干，那不是将军好几次害翻天了吗？所以我相信我们很有把握，我们好的这个水果制品一定会名扬啊！这个不仅是丁杠五名乡，也杠五出名，还能够名扬国际啊，名扬四海。因此呢，很谢谢，但是我们要走出第一步，让更多的我们的这个食品业者啊，饭店业者，还有创意这个业者都能够帮忙我们果干，让更多人知道，能够加持起来哈。当然，这么多果干要得买，几乎五月七号开始，在农村好物网的网站也建立购物专区，所有优质的产品都能一摆满足。这样的新闻，根据林根采访报道。